这里有鸡蛋，给它捡了。昨天捡了9个，是几个呀？这个鸡粪得清理了，鸡粪。你现在吐尾巴攻击了你啊？在这躲着？嗯？3只鸡蛋啊，不错。有点不太好够啊，有点不太好够。哎，离远点啊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小舅，这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小舅还是挺有职业道德的，他们不会把这个鸡蛋给吃了。够了。这个太远了，哎哎哎哎，鸡蛋给它洗洗吧，鸡蛋拿到昨天这儿再洗洗。接了这么多水啊，这都是火山石啊，啊，证明这历史上都有火山。现在火山已经快到黑楼镇了，好像这边派了夏威夷什么警卫队的人在这维护秩序呢。哎，这个鸡蛋给它刷出来，洗蛋，洗洗蛋，用这个水就行。看这个雨水挺清澈的，雨水挺清澈的。行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下了一阵大雨，昨天把这个草给它清理出来了啊，清理成大一块了。今天接着清理啊，干点活也不错，干点活。嗯，这片儿都给清理出来了，像理发一样。开始洗蛋了，这个蛋给它洗干净了。